人类 80% 的生命体验来自眼睛对外部世界的筛选，色彩是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元素，它不仅能传递信息和情感，甚至还会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。自1986年以来 ，Pantone Color Institute 一直以色彩作为沟通语言，引领多个品牌走向成功。从色系潮流到文化意义，我们凭借着对色彩的洞察力，帮助您开发与您品牌愿景一致的色彩和设计策略。 每一种色彩或色彩搭配所表达的内容都各不相同，它们能很快地引起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反应。我们能帮助您建立能与顾客产生最深层次共鸣的品牌色彩故事。想知道色彩潮流和发展方向，我们也可以预测未来，当然是色彩的未来。在不断变化的色彩潮流环境中，我们的 Pantone View 趋势书籍能够提供6至24个月前色彩系列预测展望。 想要寻找一种能在未来4年内持续引起共鸣的个性化色调方向，我们可以帮助您设计基础色调，并为您打造与众不同的品牛皮故事。您是否知道色彩能让品牌辨识度提升 87%？ 通过为您的品牌或产品量身定做一个永恒的标志性色调，我们能为您建立一个更加深入人心的视觉形象。 保持色彩的一致性是让品牌色彩成为品牌标志的关键。无论是通过产品、底材还是媒体，您的品牌色彩是否都能准确地被复制，我们会定义并标准化您的品牌色彩，以保证在传播和复制过程中它的意义不会丢失。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您的品牌脱颖而出。选择 Pantone Color Institute， 我们会让色彩的功效充分地展现在您的眼前。